注意一下。好，我们接下来看阵列哈，阵列比较稍微复杂一点的哈。阵列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类似向量啊，如果对应到数学就是一个向量的概念哈。但其实以电脑程式来说，它又不是那么叫向量的概念哈。那它叫做 array 哈 ，array。那 array 我们之前的变数都是一个一个的变数，对不对？然后 int x int y， 然后什么 double z 啊，这些都是一个一个变数。那我今天如果有很多变数要放在一起处理的话，那你就要宣告什么 int s1 int s2 s3 s4， 如果有1000个嘞，那不就要宣告的，你这么打光打程式就打死人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把相同型别的资料把它组合在一起啊，把它组合在一起，它就变成是一个叫做阵列的东西。它其实也是一种所谓的资料结构了哈。那但我们也不要那么复杂去看它什么结构，它反正就是相同型别的资料把它组合在一起啊。那至于第十章这个，我们第十章我们会跳过了哈，因为这个可能更复杂，我们就不谈了哈。那反正这都是一些阵列哈，是属于一种叫静态的。在执行的过程中间，它的大小啊，大小的意思是说，它的这个INT 就是还是 INT 啊，反正就是它的形态都永远不会变嘛，因为它都固定在那边，所以它大小是不会变。那并不是指它的 value 不会变，它的 value 是可以变的哈，它的数值是可以变的，只是它的大小，就是它的那个记忆体的大小是不会变，因为它都是同一个型别的嘛啊，所以你不可能说这个时候是整数的阵列，下一个时间就变成是实数的阵列。就同一个名称了哈，同一个名称。好，所以而且它会除了相同型别之外，它会是一个连续记忆体啊。啊，所以连续记忆体它就是以前如果你是个别宣告的话，它的记忆体是随机配置在我的记忆体的区块里面啊，这边东一块西一块啊，这样子去配置它。但是如果你是宣告成阵列的话，它是 continuous 的啊，它就是第一个位置啊在哪边，然后接下来假设它有占四个位元。啊，那再隔四个位元就是第二个位置，然后再隔四个位元就第三个位置，所以它是一个 continuous 的一个记忆体的位置啊。那我们要怎么去宣告呢，或者是引用它呢？首先你一定要有一个名称嘛，就是像变数一样。那这个变数名称当然也是要一个合法的识别字元啊，合法识别字啊，不是字元啊，合法识别字。那另外你还要搭配它的一个位置编号，就像回到向量一样，你要知道向量的第一个位置、第二个位置，你是不是要给它一个 position？ 要不要给它一个位置？一样的嘛，阵列也是一样，因为它是好几个组合在一起，所以它要给它一个位置编号。那怎么去做它呢？是用中括弧啦哈，用中括弧，这个待会我们待会看图就知道。那这个中括弧里面的位置编号呢，我们又给它叫做下标哈，下标叫 subscript。那为什么叫下标呢？因为我们通常写一个变数的时候，如果你是给它，如果单纯是一个 x， 那当然是这样。但是如果你要给它选 s1 的话，你可能会这样子写 s2。那这个一跟二就是怎么样，把它做稍微怎么样往下嘛？在 Word 档里面不是也有下标吗？那就是下标的英文就是 subscript。那这个下标就是类似可以对应到，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阵列的话，待会会 看到它可能就是一个 x 一啊，就是这样，它是写成数学符号这样，但是这个是下标，但对应到它的阵列的话，它的就是用中括弧括号起来，然后呢里面给它这个它的位置，那这个位置呢 position 的 number 就是一个 subscript， 就是一个下标。那下标很重要，当然它是指到你的那个位置是在哪边嘛，哈，而且这个下标当然一定是整数了啊，下标一定是整数，你不可能是 x 1.1 吧，对不对？下标一定是指到一个明确的位置啊，一个明确的位置。那而且阵列比较麻，一 C language 比较麻烦的是，它的起始的位置是零，所以这个有时候会常有点搞混，因为我们通常习惯起始位置是一嘛。那但是 C 就是很，他就认为是要从零开始，所以第一个元素的下标一定是从零开始啊。那名称当然是要合法的识别字啊，所以他怎么宣告呢？啊，像我们如果假设宣告一个 C 的整数阵列的话，然后他从 C 零、C 一、C 二一直到 C 十一啊，那他对应的一个数字啊，这个是他对应的数字。那这里面当然
是从零到十一，所以它基本上是有十二个啊，有十二个 element， 十二个元素啊，十二个元素的阵列。All right， 那这个下标里面它其实是可以去做运算的啊，所以像如果是 A5 B6 的话，那 C 中括弧 A 加 B 啊，这样是可以被接受的啊，就是变成十一啊，就等于是把 C 十一加等二啊，就累加到第十一个位置。那另外刚才谈到的那个 C0 啊，对应的 C0 就是负45 C1 是6 C2 是0 C7 是62，那你可以透过这个它本身也可以做加减啊运算啊，这些都是它的运算。那中括弧基本上也算是一个运算值啊，那它跟这个跟我们的那个小括弧的概念其实有点类似啊，所以它也是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运算值。所以接下来这个图就是把我们之前说过的运算值再加上中括弧还有小括弧，那这两个呢是 priority 最高，搭配什么加加，这个单词这是 postfix 啊，两个加加减减，这个是最高的。然后接下来才是加减啊，这个加减其实不是那个不是二元的运算值啊，这个加是加跟减就是在它的数字前面变成是正的啦啊，然后减呢就是变成是负的啊，所以这是一元的运算值啊，一元的运算值。那这是次高的，那接下来才是什么先乘除后加减这些东西再搭配逻辑的啊，这个是之前都看过的这些 priority 啊。那我们怎么去定义阵列呢啊，因为阵列它占用机体空间，所以你当然要去宣告它的型别啊，型别还有它的个数，那它会再去搭配来预留它的记忆体空间。那这边定义的概念很简单，就是一样，你是跟变数的定义是一样，整数就宣告 int， 那只不过你要有一个合法的识别字，再搭配什么？搭配它的 size， 它的大小啊。所以这边是宣告是有100个啊，100个元素。那这个就是 x 就只有27个元素啊。但是要知道哈，100虽然有100个元素，但是它的下标是从哪边到哪边？是 0到99、啊、不是0到100、啊、这个要注意到。好，那我们通常用阵列、啊、因为阵列就是很多数字集合在一起，所以你要处理它，我们通常会用什么？用回圈、啊、用回圈的不断的去处理这些阵列里面的这些元素的 value 怎么去改变它，数值怎么去改变它。所以这边可以利用 for 的回圈、啊、把它 initialize 就做初始化变成是零，然后再把它印出来。那这边会用到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型别、啊、这个之后也会用得到、啊、这个 C 里面常有很多很特别的，就是它当然是很弹性，但是这个又很奇怪，它是多一个叫 size T 的型别。那 size T 的型别说实在你就是用 unsigned integer 就是一样意思啦。所以那说为什么它再多一个 size T 呢？我满载，这个就是人家喜欢这样弄 ，C 就是喜欢这样玩啊。size T 其实它就是一个 unsigned integer 型别，这个待会我们会用得到了哈、啊，所以常常会用在阵列的大小或者是下标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宣告 size T 的型别，所以不要觉得很奇怪了哈、啊。size T 的型别就是 unsigned integer 的型别啊，这个就是只是一个定义而已了哈、啊。好，那我们怎么样在好，我们看怎么去用这个阵列、啊、首先当然你就先宣告、啊、这个是最常用的用，就是宣告、啊、N 然后10里面有10个，然后 size TI、啊、这个就是刚刚说过 size T 就是一个 unsigned integer 了、啊、就是一个 counter。 那接下来 for I 等于0小于10加加 I， 那这里面就是把每一个 I 都是给它宣告成是0、啊、这个就是把它做初始化的动作、啊、然后接下来把它印出来，然后接下来这个是印它的这个类似表头啦。接下来因为我们在处理这些东西的时候，它大概很多都会是有一个 table 的概念，所以我们通常会印一个表头，那这个表头要搭配后面的数字、啊、这个表头就是像 element 跟 value、啊、这个就是表头，这个表头通常会搭配后面的这些，当你要把这些数字实际印出来的时候，你就要搭配什么 %7U 啦 %13D、啊、这个7跟13你就要去对它的什么，对它的位置啊，那这个东西就是 try error 而已啦，或者说你可以自己先计算一下它的那个空格是多少，然后去设定它的什么，设定它的这个看是要几 U 几 D 这种预留的那个空间大小啊。所以接下来这个回圈只是把它的数字一个一个把它印出来而已啊，所以这个是一个 initialize， 这个很简单，所以回圈在搭配阵列会用的非常多非常多啊，所以要很习惯这样的一个做法。那刚才那个
那个是一个我们说过 最原始的一个初始化的动作。那其实我们也可以不用这么麻烦、啊、我们可以不用这么麻烦。如果假设你的阵列不是很大的阵列的话，你可以直接用一个叫做等号再加上一个大刮弧，就可以把这个阵列的初始值就把它写在里面，就直接写在里面，不要用，不需要再用一个 for 的回圈再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啊、所以它这是一个方便的地方。所以你在做宣告还有初始值的时候，你可以用这样很简单的方式、啊、像我们看这边、啊、这个就是一个像刚才同样的例子，你这边 INT 10的时候呢，你直接用一个中刮弧、啊、中刮弧，然后里面把这个十个元素的这个 value 直接写在这边，然后用逗号分开，这个也是一个初始化的动作。那当你写成这样的话，你就不用怎么样，不用再用 for 回圈去做这件事情了，懂不懂？这样比较方便。当然这个前提是什么，你的 size 不大嘛，十个还好吧、啊、但是如果你有100个，你有1000个，你有10000个，那你要这边把它写死了，对不对？那所以就 depend on 你的情况了。那这边就是初始化，初始化完之后一样就把它印出来，就把它这个结果印出来。所以刚刚说的这个是一个 initialize 它的初始化的东西。那以下的这些东西，这三个例子是一个特例或者是错误的地方哈。像第一个特例就是说，如果 int n 10然后等于0，那你不是有10个元素吗？那里面怎么只有一个？他就假设所有的元素都是0、哦、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特例、啊、就是方便了、啊哦、方便你去用。那接下来这个是一个错误、啊、你宣告是5，但是你给里面几个？6，给6个、啊、那就爆掉了，对不对？那另外还有一个 C 就是很有一些很特例的。那刚才这个是后面不够，对不对？那现在是 N 里面的刮弧里面没有数字，可不可以这样？可以 啊那不给数字代表是什么？代表他后面看你给他几个，他就是几个。所以这边给他12345，就代表这里面就是有5个。所以你可以这边不写啊，这边可以不写他，但是可以透过这个先去宣告他是5个啊，这个是可以被在 C 可以被允许的啊。那但是当然这些都是特例了啊，那你要不要用就看你了啊。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用最常规的方式，所谓最常规的方式就是一样，把它写好写满。写好写满，那你才不会自己搞错了、哦、OK。 接下来干嘛？好，我们接下来是要用来指定，我们会用一个符号常数来指定它的大小，就刚才的那个大小其实就是你给它一个常数嘛，那你也可以用其他的东西。我们之前有谈到过一个叫 define， 有没有？ define 就是 define 一个符号的东西，让这个符号是等于什么，是不是之前我记得考试是不是也有用过、啊、或者不用考试、啊、就是说反正你们之前写过程式都有用过 define， 对不对？有没有？有没有用过 define？ 有没有用过？有没有？有。通常是 define 一个符号等于一个常数嘛，或者是我们上次不是 define 一个 pi 吗？有有有有有，现在才想到。有没有 define 一个 pi， 对不对？那你 pi， 当然你说你可以把 pi 变成是一个变数，然后令它等于 3.14159， 或者是你可以用 define 都可以啦。那 define 的好处是什么？ define 的好处通常就是说你只要在那个，因为你 define 的这个东西之后，你只要这个东 define 的这个符号如果用在你的程式里面很多地方的时候，你下次如果要把这个假设它是一个 size， 这个 size 就是大小嘛。这个大小如果原先是10，你下次要把它变成100，要变成10000，你直接在那边直接改，从10变成10000，那你的程式里面都不用改，你就直接在那边 define 去改它，它的程式就会直接从100、啊、或从10就变成是10000或者是1000都可以、啊、所以概念就是说我们用符号常数，就是这种 define 的符号常数、啊、来指定阵列的大小。那这样的话这个程式就会有一个叫扩充性，扩充性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处理的 size 就是可以，今天你如果需要10你就写10，如果你要变1000就写1000，要10000就写10000，那你只要在那个 define 的地方改它，
改它的大小，你的整个程式就当然 就变成可以处理更大量的数据了，懂不懂？原来只有处理10个嘛，那你现在改成100就可以处理100，那处理10000就处理10000个啊。那程式的内容都没有变啊，程式内容都没有变。那 define 当然跟 include 都不需要这个分号来结束了啊，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好，我们看这个例子也很简单。这个例子来，我们这边 define 一个 size 是10啊，然后组成是，那接下来我就可以宣告的过程中间就直接把这个 size 拿来用了啊，所以 int s size， 然后呢j 是一个 counter， 那接下来这边是给它一个初始化，就给它一个 value 就对了啊，所以我把这个 s 里面是有10个嘛哈、啊，那所以我这边你看，所以我这边也不用写10啊，我这边直接就搭配这个 size 啊，所以我刚刚说过，如果你这边10变成10000。这边就变10000，这边变10000，然后呢 size 这边也变10000，它就跟着都跟着变、哦、在程式里面只要有 size 的地方都跟着变，那不就比较方便嘛，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它这个是做初始化动作，那这个初始化动作在干嘛？在干嘛？就是把这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 J 的 initial 的值啊，陈宏宽啊，这个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值？初始值？二，然后呢？第一个是二，对不对？接下来二六，然后呢？是吗？继续讲啊，26，然后呢14，是不是？然后呢，然后就一直下去，对不对？然后它还跑到多少？跑10遍嘛，跑10遍的话，这边就是 S 从0，你们记得这个 J 是0哦，你要注意到啊，它从0开始，所以你的这个阵列也是从0开始啊。那所以这样子做一个初始化动作之后，你接下来只是把它印出来而已了啊，把它印出来。那一样，这印一个表头啊，印一个表头，然后再把它的结果印出来。所以2468，哎，是8呢？为什么是8？这有没有写错啊？好、啊，没错啦。所以刚才是我讲错了吗？你刚说是246，你刚说24614啊，是不是？应该是2468而已啦，他这个反正因为他是对 J 去乘啊，不是对他自己本身啊、哦、所以他是对 J 去乘，所以你的 J 从0的时候是 2,J1 的话就变 4,J2 的话就变6嘛，所以2468这样啦、哦、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只不过就是告诉你说你用 size， 那你这边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跟着变啊、哦、这是一个方法。那如果要做加总呢也是一样啊，用回圈 for 的回圈去做加总啊，那这边的回圈用 size 12的话，那你把12个这个变数把它这个 value 宣告进来之后，把它初始化进来之后，你接下来用这个回圈就可以去用 total 加等于 AI， 那这样就是做 summation 嘛啊，最后再把它印出来，这个有没有问题？这个有没有问题啊？不，这个做加总 OK 啊、哦、好，那我们如果要做一个比较更大型一点的，就是说来调查哈，做一些资料调查的这个资料的整理哈，那怎么用呢？这个你们最近不是学校有没有寄通知给你们？哎，你们不晓得有没有，就是对行政单位的满意度有没有？不是，我说你们有没有收到那个通知？没有吗？还是只有教职员？我不知道，反正我们最近也在做这个调查，就是说你对行政单位的满意度是怎么样、啊、那这个是对餐厅啊，40位同学对餐厅的食物打分数，那当然他分数是从1到10、啊、他分数没有0、啊、总是因为统计的，这是统计的啦、啊、统计的调查的这种尺度大概很少从0开始，除非它是一个特殊的东西、啊、所以从1开始，1当然代表很差，10代表 很好，那我们就把这40份问卷啊，这类似一个问卷嘛啊，我们把它叫 response 回应，我们可以放到一个阵列里面。好，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动作？要看这40份资料里面
一到十的回应的数量是多少，就是非常不满意的有几个，然后呢到满意的有几个，好，所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你有四十份问卷，那你要看这四十份问卷里面属于各个类别的啊，到底有几个，这个分类嘛，这个类是简单的分类，就是所谓的 classification， 这应该很简单，对不对？那我们可以用一个概念，然后用一个设计一个阵列叫 frequency， frequency 这个知道吧？ frequency 是什么啊？频率嘛，对不对？那频率通常就代表次数嘛，对不对？好，那 frequency 我们宣告，待会儿看那个程式宣告，它宣告十一个元素哦，但是我们真正在用的时候，其实分数是从一到十开始，所以我们第零个元素就，因为它是从零开始，所以你变成你要宣告 frequency 的时候，为了要搭配从一开始，所以你就要多设一个元素，就是本来应该是十个元素，就是你的 frequency 应该是十个元素，但是因为我们的阵列是从零开始所以我们为了方便起见，所以我们就是设成十一个元素。那第零个元素当然也就是第一个元素了这个讲好像有点矛盾第零个元素就是说编号零的那个元素，其实在阵列来说是第一个了这样比较完整了我们就这样讲。那第零个元素我们就不用了那我们就是直接从一到十代表对应的什么？对应的它的满意程度一到十那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呢？这边 define 两个符号长符号的东西 ，response size 跟这个 frequency size， 一个是40一个11。那接下来这边 size t 就是整数了answer 跟 rating。好，然后这个时候呢 ，int frequency， 然后这个是 frequency size 等于零所以代表每一个先把它初始化成零初始化成零。然后接下来这个是类似比较麻烦，就是你等一下把这个四十份问卷的结果，就把它打在这个什么 response 的这个这个初始化的这个阵列里面所以这边你要打四十个。完了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这个就有点比较特别的地方应用我们接下来其实它就有一个回圈，重点是在这个回圈而已。这个回圈里面呢，它从零开始for answer 零。然后呢 answer 小于 response size， 然后 answer 加。那这里面呢，它其实你看它只有一行而已而且这一行里面根本好像也没有做什么计算它没做什么计算，它怎么会知道它有多少这个 frequency 有多少次？你看它这个写法，你们先看一下，这是比较高干的写法。它写这样有没有意思？这样的写法看得懂吗？它等于是一个阵列里面的position 的位置，再去用一个阵列里面的元素来代表那这样子其实也没有很难就是说好，假设我们先看好 answer 是0的话，0进来，那 response 0，那 response 0是多少？ response 0是多少？1。所以这边 answer 0的时候， response 0是1嘛，所以我的 frequency 就变1。那 frequency 宣告一初始化是0因为那就变成是 frequency 1加，所以我就把 frequencies 1的那个位置的数字从0再加1嘛。这样听不懂吗？我这边用缩写好了，我们刚说你一开始是零嘛，对不对 ？Response 零 ，Response 零，刚才 Response 零这个本身里面这个frequency 的这个位置的这边其实是一个阵列的元素嘛，
那阵列的元素其实是一个叫做单一的变数，就类似等于是单一变数啦，它就是一个，如果以数学来看，它就是一个存量。知道什么叫存量？存量就对应什么？你们没听过存量吗 ？Scalar 存量啊。存量有没有听过啊？没有啊？有啊，存量就是单一个变数的概念，向量就是把好几个变数组合在一起嘛。那所以存量 response 零这个里面代表这只是 response 的这个向量，这个阵列里面的一个元素嘛，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存量啊，就只有一个嘛。那 response 零是多少？刚才说过 response 零，response 零是一嘛，对不对？好，所以这边就变成多少？这边就变成是，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就变成是一啊，那这个就变成是 frequency 一，对不对？那 frequency 一，它这边把它加，那因为 frequency 一一开始我们都把它定，把它宣告初始化是零嘛，所以零加一就加了，就变一了嘛，对不对？好，那接下来 answer 变二的话，好，那 answer 变二是多少？不是二啦，变一啦。answer 如果是一的话，那这时候。response 2，好，那所以这时候就是 frequency 2加，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当然以此类推就往下啦，这个当然就到2，对不对？那2的话代表其实是它第三个嘛，那它第三个，是6嘛，所以就变成是 frequency 6加，好，所以这样以此类推下去，它这边会从多少？这边刚说过，它其实是从零到，它是有40个嘛。这个 answer 啊，这边的 frequency 这个2，这个就是它的 answer。answer 是从0到什么？小于 response size。response size 多少？40啊。所以它这边会从0到多少？0到39啊，就是0到39啊。那0到39，所以它等于会把这40个 response 全部读过一遍。那这个每一个 response 其实都代表不外乎就是什么？不外乎就是1到10的这个一个范围嘛，对不对？所以好，所以这边会有一，会有二，会有六，那接下来第四个会多少？接下来就 frequency 4嘛。好，那我们如果继续往下走，好了，我们如果找到一个重复的，好了，这边到这边都没重复，好，到这个位置，这位置第几个位置？啊，帮我算一下吧。这边一，这个一，第二行的一是第几个位置？11嘛，所以当你的 answer 到11的时候， response 11又是等于多少？又是等于1嘛，所以1再把它加，这时候1就变成从1变2了嘛。他等于用这种方式去累加统计它啦，你懂不懂？有这么难吗？他等于是搭配着这个两个阵列了哈，两个阵列，只不过一个阵列是要去统计它的 frequency， 一个阵列是它原始的那个回应的问卷的结果。那我们就把它问卷的结果，因为问卷的结果不外乎就是1、2、3、4、5、6、7、8、9、10，那我就是把这个东西的结果当成是它另外一个阵列的它的一个位置啊，一个 position number。所以它这样子一直下去的话，它就可以把一到十的每一个位置的。它的到底有多少？去把它统计出来，这样知道吗？知道吗？那这个当然是比较高干的写法啦。那你如果不要这样写，可不可以？也可以啊，你们要怎么写，其实只要算得出来就可以了。这边只是说它这是一个比较高干的写法。那接下来就是把它的结果印出来而已啊，所以它就可以马上算出来它的。
一到十它的 frequency 是多少、哦、OK 我们就看过了。那另外还有类似，如果我们要画长条图也是一样、哦、这个长条图当然我们在 Excel 画长条图很方便，对不对？有没有画过 Excel？ 有没有画过长条图？有了、哦、所以这个，但是我们如果要在那种文字档，不是文字档，就是我们在 Command Window 里面要去画一个长条图，当然它不会画那么漂亮，它就是用一格一格的方式去画了、哦、那它怎么画呢？这个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前面有很多哈、size 还是宣告是10，然后这个是它的这个大小，然后呢其他变数哈、哦。那接下来这个回圈，这里面第一这个回圈是一个什么？注意看，这里回圈是什么？这个叫做巢状、哦、nested 巢状式的回圈。巢状式回圈我们之前有没有用过？也有嘛、哦、所以第一个回圈、哦、它是在 output 一个就是反正它是 output 它的一个 head、哦、它的一个类似就是把、啊、它的 head 在这里啦， head 就是它一样，这会有一个类似一个表格，一个表格再加上一个图啦、哦，所以他会先把他这个表头、啊、表头先把它用印出来，然后接下来这个回圈呢，开始第一个部分是先把它的这个数字先把它排在前面，所以这个 printf 这边在做什么？我们先直接看它结果比较快。这个就是表头、啊、element value histogram 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表头、啊、那接下来回圈的第一个内圈第一部分是在做什么？就是把它的这个0跟19、啊、类似把它先印出来，然后接下来的回圈才是把这19个星号把它画出来、哦、19个星号把它画出来，所以第一个是画、把它的这个数字把它呈现出来，那接下来这个回圈就是看它里面有几个数字，所以它就会去画它多少星号，就这样而已。懂不懂？所以因为你在画这个回圈的时候，它这个你要把它一个一个画出去的时候，当然你要还是要透过回圈嘛，而且这个回圈多长？这回圈的长度跟你的这个19是一样的嘛、哦、那所以像这个3这边就3个点、哦、类似这样，所以这边有3个，这个回圈跑3遍，那这个回圈接下来跑15遍，以此类推、哦、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把一个长条图就画出来了、哦、这个也不难啊、哦、应该很容易。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就是骰子、啊、这个骰子的方式我们之前其实也做过了、哦、就是丢600万次嘛，然后用 random number 那去看它的这个数字到底会不会是类似有一个比较均匀的分布。好，那这里面呢我们不要忘记哈， random number 要 include 嘛 standard lib 对不对？有没有印象？然后还要再 include 一个 time、哦、是因为你要做乱数的种子的随机化、哦、乱数种子随机化，所以再搭配一个 time，然后 define 一个 size t， 好，然后一样 size t face 就代表它有几面了、啊、然后呢row 是跑的数字，然后 frequency， 所以这边又是用 frequency， 因为它这边要统计什么？因为有六面嘛，骰子有六面，所以它统计这六个面，这六个面里面它的 frequency 是多少，所以它用的方法跟刚才有点类似，在统计那个问卷的次数啊。所以他接下来就先做这个宣告 sRen 去呼叫这个 sRen 这个函数，然后加上 time new， 这就是把它的种子有没有、哦、随机乱数的种子先把它随机化，然后接下来再用这个 for 回圈，那这里面跑多少？600万次，那600万次的过程中间他做这个动作，这个之前都谈过了、哦、就是可以得到他的 face， 那 face 如果是 1， 那这个 face 会是多少？1到6而已嘛、哦，Face 是1到6，所以这边一样用刚才那个方式把 frequency 然后搭配这个 face， 然后来看它这边如果是1的话，就是把它加 就是把它做累加的动作嘛、哦、所以这个跟刚才那个有点像，只不过刚才的这里面又是一个什么？又是一个阵列，那这边就直接用 face、哦、然后去做累加，完了之后呢就把它印出来，然后这个都是把它印出来而已啦，所以印出来结果你会发现1到6大概商号都接近10000次啊，600万次，大概每个都是100万次，大概是这样。好，那这里面当然宣告像我们这个 frequency 也是一样， frequency 它宣告它的 size 是多少？是7啊。虽然我们的骰子只有6面，但是它为什么要宣告 7？ 就是因为0不用嘛，对不对？0不用，它就是1 2 3 4 5 6在用而已啊，所以这个要注意为什么要宣告7的原因。
好，那另外除了数字的这个阵列之外，字元啊，字元我们其实之前一直谈的比较少了哈。字元就是它里面可以放什么字啊？那字元其实它本身也可以是一个阵列啊，它叫做字元阵列啊，字元阵列。那字元阵列宣告其实就一样了哈，就是写成叫 char 啊 ，character。那 character 以前如果单纯只是一个变数的话，它就是单一个字元。那它现在把它写成这样呢，就变成是一个什么？是一个阵列的字元，或叫字元阵列了，就代表它可以去储存一串字啊，一串字可以把它储存起来。那我们可以把字元字串常数把它 assign 过去，让它变成是它的初始值啊。所以你宣告 character string one。那这个我们刚刚说过，中括弧里面有几个数字其实可以不用写了啊。那 first， 那但是这边比较特别的要注意哈，要特别注意哈，这个比较容易犯错，就是说 first 的看起来就五个字，对不对？五个字元啊，但是它其实后面通常还会加上，自动会程式会自动把它加上一个空字元，会加上一个 backslash 零，所以它其实这里面应该是有多少字元？应该是有六个字元。就代表它这个 string one 其实是有六个元素啊，虽然看起来你宣告是 first 只有五个字元，但是它自动会加上 backslash 零，当成是它的 ending 啊，当成是一个字串的 ending。那这个时候就代表怎么样？它其实是多一个你看不到的东西，那个看不到的东西也是会占空间的，所以它的这个阵列的啊 character 的阵列数，它其实是有六个字的六个元素，然后六个字元啊，是这样的概念。所以应该是有 first 再加上一个 backslash 零啊。所以你宣告的时候要注意哈，你如果只是要纯 first 的这个字元阵列的话，但是你要宣告它是有六个啊，有六个元素，这个要比较特别的地方，也是要稍微注意哈。那二十个，你宣告二十，代表它只能真正放十九个了，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所以你 scanf， 好，那这边注意哦，这个 scanf string two 对不对？这个 string two 有没有觉得怪怪的？我们 scanf 是读资料对不对？ scanf 是在读资料。那我们 scanf 读资料的时候，不是刚才？就说通常会加什么？加一个 ampersand， 对不对？那这里为什么没有？那为什么没有的原因就是这个也是 C 很别扭的地方了。因为当你把它宣告成是字元啊，宣告成是阵列啊、哦，是阵列，不是只有字元而已，就阵列。即便你是整数的阵列也是一样啊、哦。你在 scanf 的时候，因为这个是代表它的什么阵列的名称嘛，对不对 ？string two。String two 是代表它的阵列名称，这个阵列名称代表的就是这个阵列的起始的那个位置的 address， 对，所以它就不需要再加上那个 ampersand， 因为我们说过 ampersand 是要干嘛？ ampersand 是为了要指到这个变数的记忆体位置嘛，是不是这样？刚刚有没有讲过？那现在这个不用的原因是因为这个阵列在 C 里面，阵列的名称就是代表这个阵列的起始的那个 memory 的记忆体的位置，它就是这样别扭啊，你就是得这样子用啊，所以它这边就不用 ampersand 了哈、啊，不用 ampersand， 所以它这边会读一直读，但是你这边虽然宣告它可以读19个进来，但是如果你要中间有读到空白啦，或者 tab 或者新行或者是 end of file 的时候，它就会停止哦。哦、所以假设你这边19个你要把它输入一个叫什么 Hello World， 中间空一格的话，它只会读到 Hello， Word 就不见了、哦、所以它读到空行、哦、就不见了。那这不加 ampersand 刚刚说过了、哦、因为阵列名称代表就是它其实应该就更明确的说是代表它的记忆体的起始位置、哦、记忆体的起始位置。好，那接下来我们这个例子就是在做这个字串常数的初始值的、哦，我们看一下这个也好，size 20，然后呢，define 一个 character string one size， 然后呢 character string two 啊，这个叫 string literal 啊 ，string literal， 所以这边它这边就保留一二三四五，啊，实在不太会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但是它这边其实是15个哈，所以这边没有特别写，他们就是15个。那这边 string one 是只有多少？就是20个啊。那接下来 printf， 那 printf 就是说让你先去输入一个字元啊，输入一个字串 string 是字串啊 ，string 是字串。那这个字串呢，当然你要写要提示它不能够超过19个啊，因为你这边宣告是只有多少20个嘛。那接下来用 scanf 去把它读进来啊 ，scanf 去把它读进来。那接下来就是 output 而已了哈。那 output 的这边的结果呢？我们直接看这个结果。这个一开始是 enter string， 这个是提示字嘛哈，提示字。好，那你这边把它输入的是叫 hello there 啊 ，hello there，hello there， 这个在美国打招呼很多都是用这样打招呼的啊，因为如果你不认识某些人的话，他们美国人在打招呼都是 hello there 啊。有没有看？有没有？你不是都喜欢看电影吗？有没有看过他们老美电影里面在打招呼都是 hello there， 就是这样子打招呼了、啊。好累哦，还可以撑着，这样不错，很厉害，不要刺穿了你的皮肤。然后你看他输入 hello there 之后呢，他读进来的结果是只有 hello 而已啊，因为 there 就不见了，为什么？因为他读了一个空白啦。啊，这空白它大部分就断掉了，所以它并没有把全部读进来啊，所以是就只有 hello。那第二个字元，因为它是直接它宣告的啊，直接宣告是用字串常数去把它，就是刚才说的直接用字串常数去把它 assign 过去，所以它就整个会过去啊。好，所以它直接就把 string literal 也把它直接输出来。那接下来这边它只是玩了一个小游戏啊，就是说。我就把它每一个 string one 的每一个字元，然后加一个 space， 那加一个 space 其实就是个别的字元，有没有 string one， 然后中括弧 i， 那这个 i 就从零，然后零到这个什么，零到它的 size， 或者而且它这个不等于是最后那个位置的时候，它就把它输出，所以它刚才的这个 hello 现在就变成 hello 空格一，不，变成 h 空格一空格 l 空格 l 空格 l 啊空格 o， 就变这样的东西啊，这个只是。用一个回圈去把字元长字串阵列里面的每一个元素去把它印出来啊，再加一个空白，就这样而已啊。这个题目也不难。接下来这个就比较要注意，这个就跟我们上礼拜谈的，还有今天一开始我们在谈的静态的啊，讲到静态的要有什么想法？静态就是怎么样？这边又再次讲一遍了啊，所以代表这个很重要啊，很重要的意思就是什么？会考，哎，就是会考，哎，说的，哎，静态的区域变数是什么？执行的期间它都存在，但是只有在函数的本体才能使用它，对不对？这是我们一开始跟你们在测验的时候就是讲这个概念嘛，对不对？静态的区域变数，那在函数中你去宣告一个静态的好处是什么？就是说你不需要离开的时候它。就是每次进入都要重新指定，因为我们说如果只是单纯区域变数的话，它会怎么样？它会每次进入它就会去再去帮它自动产生一个东西，自动产生一个记忆体，所以它是这个如果只是区域变数，它是自动变数嘛，所以它会自动函数呼叫的时候它自动会产生记忆体，离开的时候记忆体又消失。那你如果是用静态的话，就是函数在进进出出的过程中间，它那个位置永远存在啊，那个记忆体位置不会被消失掉啊。那这是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一个是用 static array 的 initial 来，一个是用 automatic array 啊。那什么叫 automatic array？ 就是我们刚刚说自动变数的概念了啊。然后呼叫两次啊，然后呼叫这个，然后反正我们来看一下它是。还有这边有一个很特别，就是说你 static 的区域变数初始值呢，它如果你没有设定哈、啊，你如果没有设定的话，我们说过大部分这种阵列都要给它一个初始值，如果你不给它初始值的话。电脑会自动把它设为零啊，电脑自动设的啊，你不用做任何动作，你只要是宣告是静态的，它就会都是零啊。这个是也是蛮特别的哈、啊，就是好像 C 有很多别扭的地方了啊，就不是那么直观。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加五印出来，好，我们直接看这个内容，这个内容应该不难。好，我们宣告两个啊，一个叫 static array 的 init， 哦、啊，这个又回到我们刚刚说过。上礼拜也提过，就是说很多 C 的比较厉害的人，他们在写这些函数、啊、不会像你们写那么简单，对不对？
因为你们比较单纯一点嘛，哦，我们就变数就是 A， 函数 A 函数 B，哦，你不会写得很热热的，对不对？那它这个就写得很完整，哦，那而且通常这个函数里面如果 有一些意思的话，它通常第一个一定会小写，然后第二个呢就会第二个的这个字串呢，它就会把它写成大写，然后第三个也是一样，一开始写成大写，所以你会常看到 static array int， 就是把这个静态的阵列把它做初始化。那这边接下来是 automatic array int 啊，那这两个都是 void 啊，都是没有传回资料，而且它也没有任何引数。那接下来好，它先 put s 就是先告诉你啊 first call to each function 一个 static array。int 一个 automatic array int， 好，那这是什么呢？我们个别来看啊 ，static array int， 所以它一开始的时候宣告一个什么？宣告在函数里面宣告一个阵列 int array， 对不对 ？one 三，那这个是一个 static 啊，所以它在这边宣告 static， 所以这个 array one 就是一个什么？静态的区域阵列啊。静态的区域阵列，所以这个东西 array one 在程式一开始就会怎么样，就存在，而且给它初始值就是零啊，给它初始值就是零。那接下来 size t 啊，那接下来这个 steady array 里面就是一个回圈，这个回圈里面就是去 output 它这个 array one 啊。那这边当然它这边有两个回圈了啊，这边两个回圈都是输出同样的概念的东西啦，但是它这边特别有一个标题 put s 就是 value on entering the static array， 就是说你接下来印的东西是代表你刚进入这个 static array 的时候它的数值是多少。那接下来这个 for 回圈呢所代表的是什么？是 value on exiting 的这个 static array int， 一个是刚进来的时候进入这个函数的时候它的值是多少，它的 array 的值是多少。那这个呢就是它经过处理完之后，经过这个处理完之后，它的这个什么 array 是多少啊？离开了，就是它离开这个函数的时候，它就是在这边把它在它结果再跑一遍。那它跑一遍，当然它在这边主要是在这边是把每一个 array one 都把它怎么累加五了啊，就把它加五，就这样而已啦。那一开始当然没有做动作，第一次进来没有做动作，然后要离开之前把它做一个动作，就是把每一个阵列的元素都把它加五，然后把它印出来。好，那这是 static， 我们把这个讲完再下课哈。那 automatic 呢 ？automatic 一样，它自己宣告 int array two， 那这个 array two 就是什么？什么变数啊？什么阵列啊？区域的，而且是自动的，对不对？区域的自动的阵列，它宣告一二三，然后这边跟刚才是一样 ，entering 这个 automatic array 的时候是多少？离开的时候呢，它把它做一个动作一样，去把它加等五，然后呢去印出来，然后我们去看它结果怎么样。好，那我们的程式怎么呼？我们的程式怎么呼叫？我们程式第一次呼叫它是这样，然后再一次呼叫它再是这样，然后就结束了。那所以呢，我们会期待它印出什么样的结果？所以搞不好我们期末考也会写一个程式让你们去判断说它最后跑出来会什么结果啊？那这个结果其实像刚才一开始它是呼叫 static array 啊 initialize 一次，然后再 automatic array 一次，所以这边会有一组，这边再有一组啊，所以我们看它跑出来结果会什么？跑出来结果好 ，first call， 这个是在主程式里面说的啊 ，first call to each function， 好，一开始进去的话 array one 不要忘记它是什么，是一个静态的区域变数，对不对？静态区域变数，所以它 array one 一开始都是零。那离开的时候是多少？五五五，因为它把它都加五了嘛，啊、哦，加五了。所以它离开这个静态这个函数的时候，我把这个静态的 array 啊，静态的这个阵列都把它加五。那接下来进入 automatic array 的时候，一开始是多少 ？array two 是一二三，然后呢离开的时候它把它加五，就变成六七八啊，这样。好，这是第一次。那第二次再去呼叫呢？第二次再去呼叫的时候，你要注意，你看 entering static array 的时候变多少？因为你刚才最后离开的时候是5嘛，所以你进入的时候也是多少？进入的时候就变5啦，啊，然后离开的时候呢，5再加10，5再加5就变10嘛，啊，所以这是离开。那 automatic array 有没有变？ 1,2,3,6,7,8 跟刚才 1,2,3,6,7,8 有没有一样？一样啊，因为它是什么？因为它是离开之后它消掉了嘛，那你再重来一遍它还是一样的结果嘛，所以这个就是 automatic 的概念。
这样知道吗？这个例子跟我们刚才我秀给你看的那个简单例子类似，那种类似差不多这种概念。好了，这个就是 static array 的概念。那怎么传给函数呢？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讲。好，休息一下。